解决马尔加尼斯以后，巫妖王要我快点回家，前往罗德隆寻找科尔苏加德的遗骸。他是我对抗天谴军团时杀死的死灵法师，他能指导我，让我释放死亡骑士的完整力量。 马尔加尼斯，你会为伤害我的人民付出代价。圣光会护佑我。 死者的遗体有无穷无尽的力量。黑暗主宰说你会来，恶魔，没有人可以阻止我复仇。我会英勇战斗。 双之哀伤，渴望血液。所以，为了拿起双之哀伤，你付出了自己的灵魂，就和黑暗主宰预料的一样。马尔加尼斯，省点力气吧，我现在只听从双之哀伤的声音。 回去！我要让你受尽折磨。简姑，前来报道。我会英勇战斗。害我！给我滚！很好，非常好。 有了双之哀伤，你会成为我的第一个死亡骑士，阿萨斯王子。我要让你受尽折磨！给我滚回去！前来报道。 报道，简姑！简姑！我会英勇战斗。你听到的是巫妖王的声音，他的力量在那把剑和你身上流动。 我能感觉到他正在向我低语。
在斯坦索姆做的事情非常有意思。前来报道，我要让你受尽折磨。建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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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建功！告诉我，现在就是我复仇的时候。什么？他根本不可能会这样说。结束了。哎，我可以利用乌瑟的手下扩大我的不死军队。我们穿过奎尔萨拉斯的森林，向雄伟的精灵城市银月城进军。我找到了太阳之井，充满着神秘能量的泉源，也是精灵不朽力量的来源。我会在这里把科尔苏加德复活成巫妖。从来没有军队能突破银月城的大门，不过他们可没碰过我这种死亡骑士的挑战。阿萨斯，对上乌瑟。阿萨斯，你做了什么？某些死亡骑士卡牌具有符文数值，这只会影响套牌的编组，不会对实际对战造成影响。大吉苏纳克，咱今仔日要拍啥？我不会让你亵渎这片大地。让开，我保证让你死得痛快。我的士兵就算死了还是很有用。马上停止这种疯狂举动。这种黑暗魔法会毁灭世界，就是这个意思，老头。
在屹立不摇。冰冷的决心。看起来好好吃。孩子，血波魔法可无法抵挡圣光。你的父亲已经统治这片土地几十年了，但你只用了几天就让他的一切化为乌有。树盆一句话吧，生命无色。你现在变成这种怪物了吗？我来为你照亮道路。武者就跟你玩。这些附生的怪物，邪恶已经完全吞噬你了。敢为会骗好乌鸦王。永恒等待着你。我要让你受尽折磨。永恒等待着你。夜回马背。我要让你受尽折磨。阿萨斯，我衷心希望地狱有帮你留个位子。这可难说了，无色，因为我打算永生不死。我在太阳之井取得胜利之后，巫妖王向我求援，恶魔猎人伊利丹怒风围攻冰封王座，那里就是我主人的灵魂被囚禁的地方。巫妖王的力量是我的，我会夺取这股力量，但是眼前还有一个对手在阻碍我。阿萨斯，对上希瓦纳斯。
华丽又历史悠久的奎尔萨拉斯，我长大之后就再也没来过这里了。王子，这里不欢迎你，我建议你马上撤退。游侠，死亡的浪潮要席卷你的土地了。你就试试看吧，有强大的魔法保护着精灵之门，你们是过不去的。新的斧头吗？有亲友，王子，你就尽管复活不死生物，再多敌人都攻不破我们的大门。这一片土地很快就会毁灭。刚刚你带了。有新的骨头吗？啊！拜托，救我啊！你不过是在做无谓的抵抗。该死的怪物！第一道门毁了，但你们休想穿过第二道。新的骨头吗？臣在屹立不摇。银月城的战士啊，保护城市，让他们见识奎尔萨拉斯真正的力量。又有防御，这个游侠开始让我不耐烦了。终于有用了。死亡的感觉真好。死亡骑士，你真的以为这样行得通吗？我受够这些拖时间的把戏了。死者会听我号令。充满了澎湃的地板力量。
反不敬。准备。死亡的感觉真好。金陵，你的勇气令人敬佩，但是战斗已经结束了。那我就誓死对抗你，杀人魔！攻击！起来吧，我的战士，我们准备最后进攻。太阳之井的一切都很完美。带来这么多麻烦，我绝对不会让你好好安息。可恶，你竟敢！我是罗德龙的王子，当天谴军团来到我的土地屠杀我的人民时，我发誓要对这场屠杀的主谋，也就是京剧领主马尔加尼斯复仇。那个恶魔逃到了北列境，我一路追着他，找到了致命的符文刃双之哀伤。这把武器的力量超乎想象，要使用这把武器必须付出极大的代价，但是为了帮我的人民复仇，我愿意牺牲一切。阿萨斯，对上伊利丹。最后的时刻终于到了。伊利丹，你看起来不太一样啊，你是不是不太适应古尔丹之炉？死亡骑士，为了这个力量，我牺牲了一切。为了猎杀你这种怪物，我成为了怪物。我们最后的援军到了，伊利丹大人，我的那迦会解决这个蠢蛋。笨
头。摧毁冰封王座，这样才能压过我内心的渴望。悲伤又心碎的恶魔，真是可怜。你见识真正的力量。就是巫妖王的死期。
是谁在玩躲猫猫啊？是哀伤终于带你来找我了，时候终于到了，打破束缚我的寒冰，让我离开这座囚牢。现在，我们。